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。即卖在讲咱台湾的历史，讲啊日本时代，啊日本时代过去的统治者，拢袂予咱知影真侪代志。啊，咱们遮一一甲各位说明，吼、哦。我写过了本子啦，荷兰时代一本。陈成功一本，晚清巨台李义山213年一本，哦，啊加上尾到啊日本时代叫做伟大的台湾人，所以这就是讲伟大的台湾人，第四边讲，第四集啦吼，台湾人有伟大无？啊，伟大在倒位？顶个课程哦，有在讲，那阵啊，台湾的人活在这个中国东北，啊，日本人去占中国东北，开两个月的时间，用个20000名兵，哦，占着平台湾大38倍，人口加12倍，哦，啊。来台湾用76000名兵，安尼算来算去，那阵啊，在中国东北是台湾人的时阵，日本不征兵的情况下，爱怕288年，啊，咱台湾，干那只小话所在吼，伊都怕六个月都怕啊台南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看台湾人有伟大无？所以为家己拍破啊去。啊！但是咱们台湾，咱即嘛得讲 people on Taiwan 甲 people off Taiwan， 本土台湾人甲住喺台湾顶头的人，吼、哦，伫晚清的时阵也是同款有这個情形。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，用个台湾为家的人，甲 people on Taiwan 都是长沙人，吼、哦。啊！即摆我遮有一张图，这是老英雄。啊，边啊写阿伯浪讲，老英雄带着长沙兵，伊叫做吴奇军，中国上心上的吴奇军。哦，啊，看到日本人来，伊就要投降。啊！日本人无咧该知道，啊，无咧该知道伊要安怎？伊暗时化妆做阿婆啊，哦，为安平港哦，啊，过船的时阵爱浪一下，啊，走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该笑长沙人阿婆啊浪港，就是这个来由来就是安尼吼。啊，这个是啥人？这是日本人吼、哦。带领日本军入来台北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啦吼，啊、哦，北白川宫能久亲王，这是明治皇帝的小弟，但伊这个小弟吼、哦、来个台湾了后吼，开6个月的时间才拍个台南，哦、啊，有一日在台南。过路在行，吼、哦，啊，拄到一个台湾人，哦，德国刀，人德国刀菜刀啦，伊德国刀了镰刀啦，要挂掉啊，迄镰刀哦，啊，看伊徛起白马，啊，都该搞落去，全死的台湾，这是头一个死的海外的日本的皇族。就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，啊、哦，伊介绍曾文熙的时阵哦，吼、哦，要徛个小人在义德为拿到行的时阵哦，向台死，向台哦无死啦，啊，随到去张厝，遐是一间真大间的厝，叫张厝，哦，
去遐就医，但是都死来对啦，因为肺痨伤侪死去。啊，这个代志，日本人讲伊得到马拉利亚死，哦，啊，但是日本兵哦，讲讲，哎、欸，啊，阮的长官去用台死哦，哇，看到人就台啊，哦，所以看到人就台的时阵哦。即、这个看到人台的时阵哦，为即卖胜利北门农工职校吼、哦，农工中学诶边啊诶萧浪溪到个文瑞桥吼、哦，四五公里，溪水全部是血，就是见到人就台，见到人就台，唔知啥人该台咧，吼、哦。所以咧，要征服台湾实在是无简单呐、啊，吼、哦。这是。地图的话，这嘉义乡嘉义啦，哈，啊，这地名啦，这台南市在遮，啊，南化，啊，盐水镇，哈，在这搭去用台死，啊，台死了，日本人安怎处理？日本人对外发表就是讲，是这个叫做马拉利亚死去的。啊，马拉利亚嘛，都爱过两工才会死咧，毋是讲一工丢丢就死啊咧吼。所以，该起一个台湾新社，台湾新社起个倒位，就是即卖燕山饭店，哦，即卖燕山饭店，伫台北燕山起一个一万六千平的日本庙，叫做台湾新社，哦，啊，起一条桥叫明治桥，即卖明治桥要伫个无？无啊啦，拆个吼，这是有古迹的迄个桥哦，我爱拆个，什么真无道理哦。啊，一死是十月二十八，变作放假一天了哈。啊、哦，台湾新社，这座桥吼，明治桥啦吼，啊，行安尼安尼。啊，即马这个所在变成印刷饭店，啊，那变成印刷饭店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台要去缅甸的飞机，哦，炸到一挂钱，哦，金明珠宝，啊，背个印刷的时候，佮弄个印刷去，啊，全印诶，这个台湾是只小气。这嘛是另外一张图啦吼，好、哦、啊，为着这个台湾新社做一条三线路，什么叫做三线路？有人知影无？三线路就是有快车道，有慢车道，有行人道，安三线路，中央拢种树啊，就是中山北路。第二行到东门城，这座路叫做三线路。啊，三线路因为种树啊，吼、哦，未输公园的，所以咱有做一条歌吼、哦。这条歌叫做《月色就在三线路》了哈，《月色就在三线路》，风吹微微。等待的人哪会来啊，这就是三线路吼、哦，三线路有风景，有树啊，吼、哦，大家拢真欣赏的所在啦。啊，就为着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哦，做一条世界级的哦中山北路。啊，即嘛中山北路，因为拓宽路线哦，一挂树啊拢出做意思啦。啊！日本在占台南了后，宣布台湾完成占领，其实也无啦，哦。但是伊讲宣布，伊开了六个月时间讲完成占领了哦。啊，就登记第一师团，登记第二师团啊，登记哦。但是台湾人哦，要搁起来反抗，哦，这都是无中国兵，无中山兵，哦，要安怎反抗？哦，这个。
北部的抗日，哦，日民军第一次围攻台北城，日民军无啥武器哦，但是要来围攻台北城，哦，这台湾哦，这士绅阶级哦，这是因有怕死、惊死的精神呐，哦，不是不怕死的精神哦，这个士绅哦，就是通底价拢有惊死的精神。啊！看到台湾人哦，日本人看到台湾人，哎，安尼拢无共款，所以尊重台湾人，毋是强国咯，叫做台湾民族。所以往个日本人称台湾民族，就是有别于中国民族，所以台湾人真伟大。哦，一来台湾无遐简单啦，无遐简单，以后还阁发生啥代志呢？即、這个清朝毋多。老留辫子吼，啊辫子唔敢叫你家加嘅，吼、哦，啊绑小脚，吼、哦，用十年嘅时间了了教化，啊，大概辫子来剪掉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嘛各看落去。1895年北部嘅抗日战争嘅地区领袖，清溪丹丘局。不是单脚哦，单手脚，这是打波的哈、哦。前清四品武官哈，石、哦、靠上山的哈、哦，八甲拿赖昌、北岛金包利哈、哦、淡水甘大赛、大屯山，大位拢有人，宜兰李维，宜兰三叉区。大口喊沙角营新竹平镇、哦、每一个地区都有抗日的领导人物、啊、来克抗日，所以日本统治台湾头壳真疼、哦、这个日本人、哦、想到台湾、哦清朝的势力跟台湾买办吼、哦，是一军不可靠的怯战懦弱之徒啦，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就想办法要利用这群人吼、哦，哦，来发挥力量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在淡水的甘大赛吼、哦，伊嘛在准备要安怎搞个抗日。啊！即、这个台湾人看到，袂使得过依靠即个长山人来保护，就是坚强自立，哦啊！所以叫甘大赛来指导。啊，甘大赛是虾米人？哦，甘大赛本名叫做简忠浩。啊，人哦真有力，吼、哦！啊，伊的庙诶吼有一只狮吼，有法度抱一只狮哦，射庙射死人。啊，人讲哦，你这个人哦，那这么大哦，大敢那狮嘞，啊，所以叫做甘大狮，哦，啊，所以力大过于势，啊，所以改名叫甘大狮，哦，这是咱的一个民族英雄。啊，因计划刚一日要来攻台北城，啊，迄日是啥物？迄日是日本过年，啥物叫做日本过年？日本过年就是跟台湾过年有无共哦？台湾过年是这个旧历年啦，啊，啊，日本过年是新历年啦，啊，啊，准备日本过年除夕迄天要来发动，要来拍，哦，啊，发动哦，几啊位一起发动，啊，都是12月31日除夕日本过年。啊，准备在大屯山甲观音山的山顶，野火以火为号，各路一起行动，用个武力夺回台北城。这是展开咱台湾人用个武力7年的抗争。哦，啊，像中国8年抗战也无得进啦，
八年转进。啊，这个林立霞等等的人哦，吼、哦，在1895年12月28日，因在开会的时阵吼，但是这个会议有人做干点，跟日本人讲，啊，日本人专先发制人，哦，攻击，所以因就当面遐先建一场啊啦，哦，但是日本的迄个军事哦，大部分目的哦，台湾人给拍死。啊，结果这一支军队哦，无法度来打台北，是真可惜啦吼。隔日刚离到伫深坚的陈秋菊，看讲离尾就开始战啦。我陈秋菊嘛都爱战吼，所以伊袭击深坚的宪兵屯所，打死警察兵啊吼，10多人占领深坚庄，吼、哦，在那个31，吼、哦。有2000多名的兵，这个义民军，哦，来会合，全军由林维新来指挥，到个除夕31吼，山顶下一去，攻入去宜兰城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日本军逼个城中来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战阵也是讲。许绍文嘛是讲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真侪攻击日本的迄个军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准备要夺回台北城。啊，胡家友、甘大塞，吼、哦，啊，三角硬，等等一挂人，大家拢来拍，吼、哦，啊，其他伫北城啦、北投、草山、德甲湖、板桥。来围攻台北城，哦、但是日本军哦受到这个攻击，真奇卡台湾人奈安尼，哦，都向日本本国申请援军，哦，但是日本的迄个效率真好，你一申请我就随出到兵啊，哦，这些军队来得很迅速，哦，不然哦。一见名，日本兵的名声都乌有去啊！吼、哦，但是这回围攻台北城哦，无成功，有理由就是军机早泄，日本军有防范，哦，啊，宜兰宜民军在攻台北，哦、因为宜兰哦，遐先进入战斗，无法度配合。啊！日本的效率奇快，日本兵跟中国兵无共款。日本兵的效率，你一声要求，啊，就随过来。啊，中国军，你是湘军还是淮军？吼、哦，我查看卖，吼、哦。所以有真快，中国派来援军2000名，提早来个台湾。啊，一个火力悬殊，咱提多，伊提轻。啊，一个在深坑的陈秋菊、陈秋菊吼，要打台北的途中哦，看到战况不利，吼、哦，啊就落跑。这个清，伊不做一个清朝官，知影讲清朝就是按你做，这叫做转进啊，转180度前进啊，啊、哦，火力差了哈，枪支不服用，哈、哦，10之89。79%拿刀啊，甲敌情哦而战，啊敌情就是敌啊吼，下好尖尖吼，落去战，落去堵啦，啊你也要跟人战哦，这个是陈秋菊，啊，啊这个日本军的应变措施就是讲哦。在台北的日本人哦，该组织起来，吼、哦，有20000名日本兵哦，日本人已经在台北哦，负担保卫台北城，
因随分配啊，随大家拢来保护吼，这样。啊，日本人的效率真高啦吼。本国无条件、无迟疑，立即派遣数批军队来台湾。反而派出比先前对民主国更多的兵力来台湾，都、就是以前派来跟民主国打哦，嘛76,000人，啊，这回派更加多人来。哦，日本军虽然有占优势，但是随都败去啊。一月初三，日本军第一师团来，吼、哦，来个归人，哦，啊，这个。搜索台北城一个附近的石口就是上山啦吼，南港、水顶卡是十字吼，北甲拿是树林啦吼，哦北岛，哦，就开始乱台一边，啊乱台叫做邻居处分啦，就公然辱杀。所以这个战争哦，这日本人气笑啊，看到人就抬就对了哦。啊，唔止抬，还佫烧厝，甲厝啊烧衣裳。日本人第二难哦，围攻四天了后，日本军援军到啊，哦，到反攻。啊，第二难平原大开杀戒，哦，啊。那有武器的枪毙，啊，武器甲厝弄个烧一煞，哦，红台的台湾人拢总有2454名，哦，这是第七旅台，377名宪兵所台，1500多名，啊，甲10000多栋的厝，拢个用烧去，哦，安尼。第二进行到二月下旬，台北附近的迄个抗日活动哦，才消失，才较无去。哦，啊，这边日军的弹压下面哦，真侪台湾人全逃亡中国啦，哦，去大陆啦，吼，哦。啊，抗日精英。丧失惨重，按调走到中国了后，就转入去深山。台湾的天然根据地不因为台北城失败退却，嘛要搁建哦。啊，各地的农民哦，主动哦提出一成的农产品给义民军，敢那搞税金的意思啦，就是讲你义民军退阮保护，啊，我给你农产品。这台湾人在第一次围攻台北城失败了后，无因为失败而退却，因哦各地拢出现抗日的领袖，哦，甘大西等等，吼，哦，在淡水金包里所在，占领在南港石口地区，吼，哦，王鸟岩等等在三角岩，陈秋菊在景美。这经买是安尼写法，咱即马讲经买是安那只米啊，迄读做经米啊。啊，咱讲个叫经买啊，买是买溜的买哦，这是以前的写法，经买。人讲古代话阔经买哦，哎，一个某，大家地区拢有在抗日啦，吼，林黑王啊，林立祥啦，吼，江正元啦，吼，等等在同南崁地区，南崁就是这个所在叫做南崁。所以吼，因为日本人四国台人，台大部查某拢台。所以台湾人啊，对日本的迄个家属啊，台，哦，
日本眷属啊台游击战，哦，啊，这个一月初一，1896年一月初一，1895年来讲，1896年诶一月初一的时候，伫树林有芝山岩学堂哦，有6个日本教师，甲士兵14人去用台死，即有做一个比起来，哦，6个老师。六四先生之墓了哈，啊，今嘛做一个比起来哈，一个吹山日本军援军2000名搞了，除了700名去宜兰，其他拢去北部战场。啊，江正元集合1000多名的移民哦，甲日军军哦正面在这龙潭坡，义民军战死达600余人，1000多人去见死600名，啊，都这死一半嘞，哦，啊，一个吹死蔡迪在甲日本军战在板桥地区哦。日本军的战死30个，轰掠去65人，哦，啊，在文山地区警卫新店警卫石顶啊边那边，跟日本军展开游击战，哦，这都是无讲伊输去了，都是我硬要跟你战的吼，哦，啊，日本军。甲敌军吼，甲台湾人甲日本军有16天的迄个激烈冲突了吼，啊，设下陷阱，和日本军入去三角形大口干，啊，甲痛击，哇，啊，日本军各派新的迄个生力军来救三角形的日本军，啊，但是占领后，日本军占领了，专大杀戒了吼。啊，所以咱做一个三峡中魂碑，哦，啊，这个最顽抗抵抗移民13人，哦，啊，叫做13公，今麦也够13公无，哦，13公纪念碑，哦，对，这個，这有人捌看到无？你有去个啊？啊，13公，哦，13公就是在抗日的啦，哦。在新店暗区，哈，暗区这是以前的下法，啊，即嘛叫做暗坑啊。新店隔离叫做暗区，新店隔壁长桥隔离叫做暗区啊，哈，啊，暗区的下法是暗区啊的下法，哈。在英国州，哈，嘛跟日本人战，哈，啊，南港嘛跟日本人个战。啊，即马就讲日本人那爱盖剪，下10大罪状，不敬天不敬神，无尊敬天也无尊敬神，不敬孔子不无孝子抓，哦，无尊敬孔子啊无孝子抓，贪官污吏轻浮百姓哈，不重律法重私刑，不顾廉耻禽兽，不分善恶天意，日本做事都敢那去家嘞，放牛爱发钱，那放牛爱发钱，这样下来就是东西要放牛是凊彩放的吼，吼，哦，我放牛爱发钱是讲咱台湾人放牛爱发钱嘞吼，啊，这就是过去中国人吼在上海哦。中国人与狗不能入公园的原因啦，就是你四处放牛嘛，啊，这是东西下日寇的罪状，啊啊，1896年下半年，哦，啊，这顶顶地区啦，真侪地区，跟日军展开无数次的攻战，
毋是讲一个所在啦，尔，逐个所在拢得个也改建啦，吼。吼，啊，走路到个1897年第二次围攻台北城，毋是讲围攻一遍就准拄好，伊还个第二遍，吼。规定5月初8围攻台北城的日，那5月初8，因为5月初8。台湾挂予日本，哦，啊，所以迄天要为三张咧攻入台北城大稻埕，伫大稻埕攻击法院吼，啊，为北门逼入去台北，啊，另外一队为西北角的即、這个北正啦、士林迄个地区进攻台北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日本军战3-4小时啦，吼、哦。抗日军、人民军哦，伤亡惨重啦吼，战死100多个人啊！啊，农民出身尚有坚强的人，的民族英雄哦，战阵在北门冲锋时候哦，中弹阵亡哦，这拢是咱的台湾民族英雄哦。啊，日本人哦，虽然战赢了，但是民粹拢无去了吼。所以日本的迄个国会议员哦，甲国会提议，嘿，这台湾哦真歹管，干脆啦，用个1亿日币吼、哦，卖出卖台湾，啊要卖予遮人，啊，以前法国都来拍台湾嘛，法国上爱台湾，好，1亿日币个卖出去，啊，日本政府无咧个知道，吼、哦，所以有即个讲1亿日元哦，要卖法国。1997哈，第三年啦哈，第三张嘞，顶顶地区吼，拢有抗日的战争，哈，哈，日本的军警忙乱不堪啦，日本的军警哦，一来台湾哦，真无用啦，哦，各地拢在抗日，啊，啊，五指山，哈。海山、八甲拿、卡玛卡，哦，顶个所在哦，拢哦，随风西阿头山、初天，拢有都，各位拢有抗日的代志啦，吼、哦。十个干大西吼，伫金包里边仔的庄，吼、哦。台西日本指挥官松本少尉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日本步兵用个四个中队，哈、哦，对滨那尾金包里的骑兵军进行讨伐，哈、哦、啊，在一个干大西国传500个外人，伫大屯山下骹的竹阿湖，哦，跟日本军过来进，啊，日本军以外一个波加壮丁团作战。下面个保甲壮丁团，都、就是这高英年去归日本了后，伊用个日本过去完全统治台湾哦，用个这个壮丁团，都、就是当地捡来的人，就是捡台湾人来反来抬台湾人。啊。这些军队真战争，咱拢勉强讲啦吼。十二个干大西吼，各家日本的人各在战吼。哦，啊，宜兰吼，啊，在即个1898年一月5、6、7、8第四年啊吼，陈秋菊主导，陈秋菊就是。陈秋菊就是北座个四品的清朝武官啦吼，啊，国界甲日本战时战，啊，所以各地啦，伫出没淡水北正啦，个人经脉所在吼，日军明明也知影。遐个有抗日的军队，遮个抗日的军队，但是无法度，你
啊嘛无法来处理吼、哦。啊，看到这么多战争吼，吼、哦，结果伊想出来一个部署，一石两鸟，牵一个石头去啊，钓到两只鸟啊，要安怎牵一个石头去钓两只鸟啊？哦，一石两鸟的政策。这个时阵哦，1898年，你给第四代总督儿玉源太郎跟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上任，哦，这两个真重要。儿玉源太郎买手去日俄战争，哦，做苏联，哦，啊，后藤新平这个人对台湾真重要，伊哦，伊讲单单靠武力要来征服台湾哦是不使。还要想一个办法、哦、想一个什么办法？招降政策，你来投降、啊、我给你钱、哦、以后单手局一堆钱啦、啊、叫他钱、哦、叫他去做什么？做一条公路为新店到宜兰9弯18弯，迄路是即个陈秋菊因几千个人去做的起的，啊，互恁钱嘛，啊，恁有钱，吼、哦，有当生活，啊，自然都无来反抗嘛，吼、哦，这个一石两鸟，啊，全是说你这個地区吼、哦，我路会通的时阵吼，我大炮都会入来，啊，我若大炮入来，恁就输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一石两鸟的政策，啊，也够。采用买办哈、哦，顾显荣诶保甲制度，保甲制度，好、哦，啊，又公布匪徒刑法令，好、哦，通过招降政策取代招抚政策，就是讲一石两鸟，各给你钱，啊，各给你任务，啊。胜利无抗日啊！哈、哦、啊！这个政策奏效，啊，归顺日本人的愈来愈多，哈、哦。啊，放宽本来禁止哦，哦，夜巡的迄个活动哦，拢即马拢会使啊，哈、哦。啊！一寡长山人失去政治靠山了后，拢干那少数有特权的人离开台湾，其他长山人毫无例外拢变成本地人。哦，这都是老的台湾的长山人啊，变成本地人啊。哦，啊嘛有一寡人变成抗日的分子。哦，这是历代政权后。遇到新的外来政权，那无特权的新移民，拢变成台湾人。这咱要注意，以后无特殊，无特权的人哦，拢会变成台湾人，哦，会变成本土台湾人。伊无要支持过去的迄、那个，伊都无特权了嘛，哦，这也会发生。所以因研究了后藤新平研究，伊讲吼，伫深坑的陈秋菊是上理想的招降人物，哦哦，因为伊捌做过清朝的四品武官，毋是为台湾大众出身，草根性不够，抗日的意识哦，参像唐景崧、邱逢甲、刘永福哦。赶快呢，告诉伊拢阿伯阿浪讲的迄款人吼、哦，所以第1898年6月哦，阿都提出吼、哦，发给生业补助金，哦，啊提出了归顺条件，哦，啊陈秋菊 ，OK， 搞出1235人的归顺者名单。集体归顺，哦，你一千多人集体归顺的吼，啊，佫有2万块日币，2万块是计到偌济？
差不多千五千八啦吼，一亿啊十亿，啊，这钱合理，啊，这钱，但手脚无啊多，都 OK， 啊，但是你爱做吼，开辟为宜兰头尾经过平南尾到景尾新店的公路，就是咱讲的到九万十八万。这是九万十八万的迄个路线图啦，哈，啊，啊，因为折合新台币约在1000倍至5000倍计算的哈，哦，当时日本一块文差不多即马5000块啦，哦。所以因为路通啊了后，日本军吼拢快速运送零元武器大炮，哦，啊，这是陈秋菊导这个导航的，哦，啊，日本人嘛感谢伊，可以制作樟脑、做盐、开垦的特权赏赐，这就是陈秋菊。陈秋菊导航了后，哦，啊，刷落外国一阵人吼，林海王等等吼，嘛提出归顺情愿，哦，啊，嘛是好啦，恁若是要导航拢来啦吼，哦，啊，嘛可以一寡代志做，啊，可以一寡钱，哎，用个钱会买哩吼。这个甘大师吼，因吼在1898年8月嘛提出导航，吼，啊，啊，嘛去第一届树林举行归顺典礼，啊，啊，甘大师率领200多名，手提枪，腰挂刀，吼，啊，穿着正装，哇，啊，大小面的旗啊，吼，啊，出来，啊，有个人看我，哇，这土匪呢，遐尼缘投。啊，看到这个因真很有威严呐，哈，哈。甘大师差不多30多岁了，哈，啊，生了烟头了，哈，顶头穿白衫，啊，干嘛裤，无抓武器，但是边啊有6名手举长枪的人保护。啊，后藤新民对甘大师吼归顺吼，你去开凿为士林经过青板到个金包里，有无？这条路有无？这条路应该有了，即马伫阳明山崖一带吼，到金包里这条路吼，哦，啊，可以30000块资金啦吼。啊，这就达到原来就是达到哦一石两鸟的政策了，就是讲牵一条石头处理两项代志，哦，牵20000块去，牵30000块去，啊，都这个所在解决，那个所在解决，哦，现在这是有金包里大道，这有去吃的人有无？应该有了哈，啊，这是甘大师。当时哦，翕相也无讲真发达，翕的相拢是乌白。啊，甘大师哦，伊走路，剑术走路，走去倒位，走去中国。啊，走去中国哦，中国人哦，该看做日本人。伊讲我甲日本战争100场，啊，那你甲看做日本人，该掠起来，该上登来台湾，这款政府啦，这完整的政府讲安尼啦，该上登来台湾，啊，上登来台湾，但翕这段相，哦，用你爱手铐铐掉，啊，这手铐铐掉，啊，
这甘大师，这个伊去互掠去，啊，哪会去互掠去？伊讲，我甲日本人哦，战一百场以上，哦，啊，无惊死，啊，恁都为着你满清政府咧，啊，你满清政府咧，甲看做是日本人，啊，你看，你满清政府是里外不是人呢，啊，无搞。啊，该上登台湾，啊，所以上个月台湾，也许都该翕相，啊，转西诶，伫台北港啊，啊，上岸了，啊，也去用拍摄，这爱死咧，这叫干大赛都是安尼。好，啊，就是。就是日本时代吼，咱台湾人真努力吼，真努力对抗日本的政府啊。张安乐，敢那是白人，敢那是黑道的哦。哦，啊，伊转来台湾，毋是。中国政府给抓回来台湾，有类似啦哈，但是无啥成啦。迄个甘大师是抗日，吼，啊张安乐有抗国民党。国民党的人啊。共产党完了，受到统治者的包养的人哈，啊，就刚刚相反了哈，所以日本人统治台湾真困难，哦，啊，准备用个几亿个日币要给台湾卖去杀，好，啊，咱台湾人哦，承继清朝的迄个刘辩子。刘辩子还要把你教回来哦，不太简单耶，因为做奴隶做久了哦，要把你辫子剪掉，哇，事情真大条，哦，所以这个头一个剪辫子是谁人？第一大王李春生哦，很多台北城是欢迎日军入来，哦，日本军队来入来台北城欢迎，因为台北城吼，迄满清兵军队拢官兵变强盗，伫抢劫，台北城乱七八糟，啊，所以这李春生叫阿督啊，三个阿督啊去请日本军队入来，所以这个台北城是无战争，哦，啊，所以。头一年过年的时候，就带这个李春生去总统哦，北白华山之际哦，就带去东京，去东京啊，大家都笑伊讲哇，留个辫子，穿迄个长衫服，大家拢爱笑。伊转入去旅馆哦，买出来，叫一个夹头生来夹日本头壳，哈，日本式的，啊，做西装，做衫书，哈。啊，等下即个拢做好，才出来跟人见面。哦，啊，即、這个白小卡嘛，同款哦。咱卡哦，查某人哦，要白卡是一个真痛苦的代志。但是古来呢，那都无白，你即个人都无迄落，无水准哦，啊，都白卡。啊，家你偷即个白卡吼，嘛开二十多年。好，咱即段时间到我讲为止，感谢。请起立。今日休困十分钟。请海卫领到那个学员证的。